我昨天有补那个颜色，哎，对，它有点更明显，可是它现在已经完全变成紫色的感觉，因为本来就是做宝蓝的，然后退到后面就会变成紫色，有点紫紫的，可是它其实还是蓝色啊，我自己看，还是我自己滤镜，也有可能是直播滤镜，所以它看起来比较宝蓝一点，比较像紫色。先去买饭，待会回来。好，大家吃午餐了吗？我想要面对英文报告一点就要去上课，小黑辛苦了，好惨哦！我明天也要面对一个通识课报告，然后我到现在讲稿还剩一点，因为我要上台报告。期末大家都赶快好好加油一下吧，赶快还有两个礼拜咬牙撑过去，寒假就开始放了。不知道会不会有寒假功课，我们老师放话说要给我们寒假功课，他不知道。但感觉寒假有公演啊，那些表演的，所以其实应该也不会太空虚，大家也可以多多参加活动，多多。住在中南部的朋友也可以，大家就是多多上来，就多多上来，因为寒假可能就比较不用，就是也可以顺便来台北玩这样子。大学寒假作业不对吧？对啊，我也觉得不对。不会，老师放马过来吧。谢谢涛哥的七副好运牌，谢谢。等他播完，下午就要去上课。我本来是今天要去拔牙齿，然后后来就是大家不是讲说，哎，要有公演了嘛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算了，然后就移到下个礼拜。其实不是因为我怕哦。完蛋，一直没有勇气去拔最后一颗。小晴本来今天也要陪我啊，然后早上我就改时间，他说算了，我们下次拔。还是改啦、啊，对啊，因为要公演了，你想说万一，因为医生有警告过说这一颗会肿，因为这颗是比较水平一点，然后好像需要破坏掉再拿出来，然后他就说这颗一定会肿，就是跟之前前面三颗，因为我前面有一颗也是小手术拿出来的，跟那个没有肿，因为那个拿出来是整颗的，然后
医生就说要破坏的话，就是有很大几率一定会肿，而且会肿了两三天之类的。就算两三天，我还有彩排那些的要跳，就绝对撑不下去的、啊。我今天放的应该都是 Ibu Medley， 就是都是 Ibu 的歌吧，因为他有一个一大串的 Ibu 代表作之类，然后就那个歌单会自动播放。大家有可能听听，有就放一些别的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哎，那我是不是肿起来比较好？吸引大家注意，要那么牺牲吗？不要。肿了，我应该不想出门了吧？肿起来没有，是肿起来如果激烈运动的话就回不去了，就会更肿，就会像安安那时候那样子。因为安安那时候刚好遇到 mini concert， 然后他又是那种感觉安安应该是蛮逞强的，就上去跳很用力练习的时候。可是杰星好像没有跳什么他就肿了，摸一下，我还是想画一下，真心情好。不过听到国树这么说，我也是很开心，谢谢。一定要当个真诚的人。杰星那个太肿了啦，没想到他那个状态下还要直播，真的辛苦了。那演出时间，谢谢国树。嗯，因为我记得直播也不能戴口罩。我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啊，就是因为疫情，然后取消很多 mini concert 之类的，是吧？然后那时候就大概 每次在直播，然后就一直听到我在那边喊说，啊，好想要跳 mini concert， 可是就想要是疫情，所以没有办法。然后我不能讲什么，因为这样子讲话好像也不太好。就我真的觉得台湾还蛮幸运的，应该没有什么国家可以像我们这样子，现在还在举办活动吧？更别说之前的 Lisa 转播场，那超多人的。
画到。是的，所以大家要好好珍惜，就是这个幸福的环境。就是我学校有些朋友，他们是国外的同学嘛，就是什么澳门啊、香港之类的学生，然后他们就疫情这段时间，他们都不能回家，就觉得很可怜。我画眼线真的越来越快了。我以前在画眼线呢、要画好久，至少画个15分钟左右。其实我以前画眼线至少就是要画个很久很久，然后一直擦掉就重来，因为就怎么画都画不好。真的觉得眼线很考验你的手的那个手要很巧，然后你要就是可以画得好看，就是要连到眼睛的形状，真的很难。我真的画了很久才会。真的吗？在老师眼中是一个常态。那老师要入坑吗？我怕涂太多腮红，所以我只涂一点，因为直播都会把那个吃掉，妆吃掉，所以我每次都很怕我在直播上面化妆的话会化太浓。那但下播我就吓我自己。哎，今天是1月3号，哦也不是，我以为今天是跨年第一波，好像不是哦，1月1号我就播过，然后。我有聊过那个嘛，就是跨年的那个活动。嗨，秦海，但我都以镜子为主，现在，所以我才一直没有看镜头。Hello， 可能在打个鼻影吧。鼻影真的一打就回不去了，万恶。鼻影就是可以修饰鼻子的形状。我最近跟小迪还梦，之前跟小迪还梦和学的，就让鼻子看起来更立体。大概是这样，不会看出太大变化。但我自己看是有一点。今天皮肤还不错，心情蛮好的。OK， 画好了，可以出门了，拜拜。没有啦，我就要把它播完。
大家现在干嘛？吃午餐吗？现在十二点不是吗？我把这口红用到剩这样子，就是已经转到底了，然后它剩凹进去，我还要把它弄出来，然后涂在嘴巴上面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颜色，然后我又很客家。勤俭是美德。怎么大家普遍都在耍废？我今天早发没有没有。客家赞，哇！客家赞，客家精神赞。午餐吃什么？我是 Subway， 我买了，我还没吃，待会吃。先收一下东西。我忘了茶弄打亮了。在戏班看直播，荣登戏班。对啊，双倍肉真的肉超多的，所以我都吃一般的。可是双倍肉要加钱嘞。笑死，国叔，你那你敢吗？女神诺比塔，哇，这么厉害，已经是戏班常客了。我现在进戏班还是要敲门，目前一样一半，所以是有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笑死。Hello， 李思琪，喜欢乐团，乐乐园，喜欢乐园，我看成乐团。调白光比较好，是吗？那我觉得这个比较好。吃饭了吗？才没有，等一下会吃。谢谢关心啊，我的妹。我的头发要长长了，就是这里。要剪吗？还是再继续留啊？长发那么多哎。你看，全部挤在一起剪短发，站得超多人一样。尤其是 B 组根本大家都是双胞胎，发型太像了。还好 A 组只有我，那不是 A 组 Daisy。
北喜酒，我是公司照是定管法。听懂期末考轰炸，天啊，期末考，对啊，大家大学生辛苦，这应该是拼拼上大学第一个期末考吧，加油！期中考拼过了，剩最困难期末考，期末考就是会奠定很多生死吧。就你期中考考不好的话，还可以靠期末考救救看，然后期末考如果考不好，那真的就是明年见了。我要期末正崩溃，对啊，大家都在赶报告那些，真的要疯了。其实我昨天连假也在超废了，然后这个指甲都长出来，好长，我有点想卸掉，因为指甲那么长，有点不舒服，有点超出手指头。反正我以前弹钢琴都会剪指甲，所以我现在都很不习惯，指甲如果长超出手指，我就会觉得，虽然它看起来手指比较长了，可是就是有一种很难开东西的感觉，很难动，就连我刚刚要挖那个口红的时候也挖不太出来，会卡在指甲里面。谢谢嘉阳的全民每日抽，再接再厉。考试科交五分报告，哇！我这么好，期中考考出200多分，二月的圣诞季出来了，小吉的好厉害啊！谢谢阿正的全民每日抽，谢谢。感觉你是个温柔的人，是吗？我是个温柔的人吗？可能要问其他人吧，不敢自己说。我们全班的期末下礼拜要展览，现在还没有开始展场策划，这有点不妙吧？确定现在不用赶快开始做一下吗？偏偏跟我一样，我也是很担心非日文的科目不会过，尤其是英什么文的之类的。天哪，不行，我真的不能因为英文然后毕不了业。但抽奖到底是会不会中啊？国术抽看哦，国术抽哎。我是没有中，我是不要难过。那个抽奖中了会怎样？还是就干脆不要送抽奖？
谢谢朱莲的祈福好运牌。有买乐团的，好，哦，有买 USB， 哦，谢谢。因为我刚才一直看他打，我一直看他打乐园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是不是用那个笔画输入法，所以可能按错了之类的。哦，乐团 USB 有买，看到了，谢谢，谢谢你的支持。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机会可以乐团的身份跟大家见面，可是就是我们十二月四号举办那个首场的。演出吗？纪念演出，然后那时候也谢谢大家，就是有来现场参加的大家，然后现场有贩售 USB， 就是里面有收录我们的第一我们的单曲《Magical Rock and Roll》，然后《恋爱幸运饼干》，然后还有《无关翅膀》，然后最后刚才 feat 一个口哈这样子，然后出了中日文版本，所以有出两个系列的 USB 各五支，一共十支这样子。然后表演完之后，在官网上有开始贩售我们的 USB， 所以大家如果有买的话，真的是非常感动。什么东西？哦，反正那是免费礼物，真假？菠萝不应该是 Daisy 鬼叫头吗？原来是 Daisy 鬼叫头啊！我也不是我想当的。谢谢阿当的文手礼，可是我既然出来了，就只能继续做下去了，不然就半吊子，不然怎么办？一月九号好像要公演，对，一月九号是 Sakura 跟 Bellflower 的公演，然后 Uni Daisy 就是我的小组的公演是在一月十号。我现在发现我没有连到网络，我没有忘记连 WiFi， 难怪刚刚网络那么烂。我之前送栗子的礼物是 Jo Malone 的，多拉那支香水跟其他成员撞了，我后来才发现，没有没有在意啦。公演辛苦了，不会不会，如果之后有机会可以来看看哦。谢谢平平的全民每日抽。gay 的同款，这个不便宜耶。哦，跟你们讲个，不行，这件事我要留到公演再讲，就是跟那个 Jo Malone 香水有关的一个事情，是前年发生的。
我也希望时间过快一点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公演了，从十月之后就再也没有公演了，两个月没有公演了，超无聊。虽然十月有运动会，可是十二月基本上没什么活动，那好像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也取消了那个圣诞餐会之类的。突然卖关子，不行啊，因为我就是 MC 要讲那个，然后如果现在讲的话，就大家听了就没有新鲜感了。长发的你感觉有魅力，我在想哎，因为我很久没有留长发，可我想说留长发会不会比较像女生一点，比较气质一点。但我还是比较喜欢我自己短发。好，给过，谢谢。我要去倒一杯东西，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音乐，等我一下，谢谢。这个图案名字超可爱的，长发及腰，非常的难以想象，可是现在可以。我觉得超好笑的，就是感觉很厚重的感觉。不行，这样子啊，没有，这就是跟毯子一样材质的裤子啊。你还要变什么？好丑呀！你之前公司照不就这样吗？所以我刘海都没有开动，我们跟你朋友神似真假，开动，你在吗？感觉头发现在太厚重了，你刘海要再剪短一点，等下下播来剪刘海。我是有想说要把刘海弄薄一点，怎么有点昭和感？
如果他剪坏的话，就先痛哭流涕一下，然后面对接下来的日子，好像也不能怎么办吧。尤其是我是这种发型的，剪坏就真的只能等它长回来。可长回来没有很久，所以其实还好，而且习惯剪坏了。谢谢李思琪的全民每日抽，长这样。哎，我们觉得发，如果我刘海再留少一点会比较好一点。可是这样就真的要很认真画眉毛，因为我每次都很随便的画眉毛。同分的话，大家真的要这样玩吗？我现在发流不对，所以不管留哪一边都不太对的感觉。就我现在刘海长度不对，所以我要旁分中分会很奇怪，会没有，而且我头发超容易自然卷。不要，中分。No no， 我有时候表演到一半就中分啦、啊，那时候再看。我有画、啊，我、干嘛这吗？额头一直是我的未解开领域，未解锁领域。旁边真的好看，那我考虑一下要不要换换看。现在主要第一件事情想先把刘海留的薄一点，要怎么留啊？这样子、啊、V 字刘海，那我很开心，就是他就给我动漫刘海，要怕爆，直接怕爆。有点可爱，一点而已吗？大点，可爱啊！带起 TV 改刘海的风潮，不行，特色只留给柏林的人，谢谢，没有了。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想法吧，就是对刘海之类的。我觉得刘海真的可以再留薄一点。头发看起来不会那么厚重，对吧？那我就要一直偷偷把这些刘海夹到旁边去了，就把上层夹到旁边去。你看，这是比较少的刘海，就是会比较清爽一点。然后这是我平常的刘海，平常就是这样，比较厚重，就会变得有点薄一点。但我也觉得薄一点比较好。之前更多哎，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更多，那时候是刘海量的巅峰哎，应该高二的刘海量的巅峰。是那种国中是刘海量巅峰，哦天哪，完蛋了！我的学生中学时期刘海都不好看，好难过、哦。可是当时觉得很好看。没有到阿潘那样子，阿潘太多了。
在少很多了，我很努力也在留啊。也有男生会留刘海吧，台湾很多男生有留刘海吧。对啊，瑞婷也是在努力改变她的刘海，是不是？反正是这样子。こんにちは、こんにちは。2021年想要走一个比较像女生一点路线。发现粉丝都把我当兄弟。有吗？你们有吗？我先把留言用回来好了。昼ご飯食べました。もうま、あ、まだ食べていません。这个没有办法剪啊，因为这是要留长的，留长要留很久，而且我头发长很慢。你叫我干扰一下。好了。有吗？你们有把我当兄弟吗？对朋友说500不是前几年去那个嘛，就是出席那个王心凌的演唱会当嘉宾，好吗？没有吗？没有就好，那就好，耶、yeah。当姐妹。因为当姐妹的话就表示你们就是通常男生会把女生当姐妹，意思就是说男生是就是假吧，然后懂吗？然后直男把女生当兄弟不是通常都这样讲吗？就是当兄弟，因为直男不会有姐妹，是这样子吧？我应该没有用错这个用词，所以我才会说当兄弟，此兄弟非彼兄弟。好，谢谢小黑黑。高短超再有防癌版，真的吗？糟了，我越来越假了。对啊，细胞丹丹的，细胞丹丹害我想说，嗯，好吧，姐妹也是可以啦。对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可以跟假相处的女生。发发帅真的很帅，对，发发真的是很帅。Hello 分母，哎，我要那个滤镜。Yes， 谢谢小雨爱心小蛋糕，谢谢。谢谢分母送的黄金四叶草，谢谢。越来越不直男是好事吧？直男不是比较偏向于就是比较不懂女生心的人吗？比较不懂得讨女生欢心的人，可是我也蛮直男的，懂吗？就是，可是我今年有比较好，我去年有比较好一点，就是。嗯，就是之前大家跟我讲一些东西，我说都会没有注意到，就是他们有时候成员很希望我们注意到，我注意到他们有些改变之类，然后有时候没有注意到，然后可能都要跟你们讲，然后你们才会告诉我，然后之类的，或者是
在我已经当偶像当那么久，从一个不太会打扮的人到一个每天都会打扮自己才出门的人，超龟毛的。现在谢谢 CJ 的小浪花，小 CJ 是谁？还没说很会逛，很好啊。感觉懂别人心一点的人比较受欢迎吧。对，你也是蛮直男的。对，可是我最近就开始意识到，我去年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就在改变，所以我现在都会很去研究一些如何不要当直男之类的方法之类的，就是多去关心，多去观察。首先自己要先当个小女人，这样就是要先懂得，比如说我改变的时候，我会想要成人发现。那我下次之前刘海，我去问芳芳有没有发现哈。用他当那个学习对象可以吗？就是自己要有那个期待，然后之后别人来问我的时候，我才不会就是不知道注意什么，因为我自己已经有那个同样的感觉了，共感一下。姐妹粽，不行，你们不能这样想，大家要去追求2021年，大家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哦。我会支持大家的，不要再觉得什么机会都不是自己的了。我跟你讲，勇敢去表达自己，你们一定可以的。对，谢谢。还是大家其实有喝了就够了，所以就没有关系。好开心哦！算了，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在讲。上战场，小黑黑加油！祝你报告顺利，啵啵。Hello Jack。不会被中二化，怎么？不会啊，你那句一点都不中二哦。虽然他现在应该已经离开了，我们怀念他。没有，他等下就回来了。哎，他回来了，真的，好怪哦。报告完了吗？
不知道吃什么，吃沙布味啊。啊，特别回来送撒油拿啦。拜拜，小黑黑。拜拜哟。大补的购物间也是，你就想人生有那么多餐，你根本就不用管今天吃啥，乱吃就好，健康即可，吃饱就好，不用太管吃过还没吃过。嗯，谢谢黄鱼分享直播间。我对他讲一样的话，对啊，我对每个人讲一样的话，因为就真的是这样子啊。大家每次想说要吃什么，他们都那样，就是他们很多成员都有一种小女友的感觉，就是每次问说要吃什么，都说随便，然后讲了又说不要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多女生身上都会有这种毛病。我只有面对我爸才会这样子，就是通常出去吃饭，我都很常都是我在决定要别人我们要吃什么之类的。我真的很讨厌决定，然后每次哦，我真的很讨厌别人把决定掉我身上，因为我真的就是我也是有点选择障碍。然后他每次都说，哎、欸，吃饭啊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就说你想吃啥？他就说随便啊都可以。我就那我们吃火锅啊，不要不想吃，换一个啦。然后那我们吃意大利面，不要那间不好吃，那我们去吃烤肉啊，不要太贵。直接没有啊，最后就还是会选到他们满意为止。至少要靠话术了，讲出你要选的餐厅之前，先把它形容的非常厉害。我们去吃那个、Paper Lunch， 就是那个很好吃。上次我就吃，我觉得很好吃那一间，然后它就是很什么什么套餐很好吃，然后那个肉还有可以加 cheese 哦，这样就把它讲得很好吃，然后他们就会哦好啊这样子，去吃吃看这样子，要有话术。你如果直接就说。哦，去吃铁板牛排啊，这听起来就很难吃啊，不觉得吗？去吃火锅就要说，妈，我们去吃那个东极水产啊，就是可以边想要边逛超市边在吃火锅，倒还蛮好玩的。然后他们就会，好啊，那很油，不要吵，我是你这个小女生。没有那么好办事，好不好？我们小朋友们还要就是考虑价钱之类的。Thank you.
不吃海鲜，那到底吃什么？那他们的人生到底还可以吃什么？国顺，你的人生到底还可以吃什么？等我一下哦。等下弄些啥东西，等一下。你要当个小女友，国树小女友吗？这个画面好难想象，国树依偎在别人的怀里。当国树被盗，那爸我等你。然后那个笑脸其实根本就不是笑脸，其实你在生气，这是小女友的最佳表现。你在生气吗？没有啊，然后再加一个笑脸。这个少女，你年纪真的还可以报，只要三个月。那你要来参加吗？可是你参加过去变性，好像来不来，有点来不及哦。
可以报国术，国术算 C 啦。现在想象不会想象，真的吗？有比国术难想象吗？如果有，话我该检讨。国术神推，我要有我的胡子，你知道特色吗？官网特色，胡系女友，想要直接吐出来那种。胡系女友，胡博女神，胡博女神，胡子的胡，胡博女神哦。有点难揣摩，这就是非常的珍贵的一个画面，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看到的话，记得要告诉我。我来吃东西了，等一下。中心把粉丝气到身亡。香烤鸡，比较久没有吃的味口味。哎呦！今天的菜单是香烤鸡，然后好，不是我不要加酱吗？难过。哦，这不是酱，是起司，是它融化。就是巴马干酪，然后要是有人敢情绪勒索我，笑死！我要镜头外面吃。叔叔都不念我的留言，转亏了啦。我叫叔叔把那个胡子修到什么形状，他都不修，我要转推了啦。反正超好吃沙补，蛮长的，真的很长。喵喵喵喵喵，学小迪，喵喵。
第一次听到小迪吃东西的时候，喵喵喵，就用声音，不是真的吃到发出声音，是他自己用自己制造声音，就在那边喵喵喵。我想说，怎么可以有人发出？喵喵喵，但你们也会喵得很开心啊，所以没关系。我已经想象到你们很开心在那边喵的画面了。小迪叫我喵喵，然后就大家开始喵喵喵，然后我就会听到很大声喵喵喵。听别的歌。听点 Twice。Can't stop me， 突破盲点，粉丝都抖 M。
啊，你有拍吗？活了啊，这么厉害，好想看呢、啊。在看吗？你放在哪里啊？那个企划破绽。没入镜，那都不酷啊。放 YouTube， 真假？然后嘴巴好痛。我要吃东西。Emma。我来了，再喝一下东西。对啊，今天比平常少很多。会不会
不是因为今天没有人有空，因为我开了一个人身体的时间。嗯，有可能是这样子吧。这个很红日剧啊，然后是 BL 的，是吗？我超多朋友都在跟我讲，然后叫人家去看怎样怎样，是吗？我不知道是 BL 之类的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好像不错，去看看。你说就是日本有出一个哆啦 A 梦，然后是 BL， 哦，对，就是什么三十岁什么魔法师的。好像是吧，国术表示不知道，国术才不懂。我有母鸡斗。对，就一堆钟哦。不懂不懂，果树讲那么多专有名词，你比我还懂哎，怕爆！
国术与喵粉想骗都骗不了。对啊。我不直男的地方在于可以跟成员聊BL了，好厉害哦。我是可以靠这一点去交女朋友。好吧，也是，可能直接被当角色之一。学姐啊，学姐，怕爆。还有想到我以前那个社团的时候，就我以前参加社团的时候也是，就是大家都想看BL，然后比如说上课想什么，然后大家就比较还好，可是如果放什么 free 啊之类那种电影。然后学弟妹就会，没有学妹，学妹比较多，学妹就会叫成一片，然后看得很开心，然后整个社课就结束了，就完结，就很方便，就靠一部电影就好。超嗨啊！我以前花超多时间做那个 PowerPoint， 然后猜声优比赛啊，之类，那个都很。那个热度都比较低一点，然后如果在看什么 Free 啊，就看什么，这不是什么《狮子帝国》，然后那个也是有点毕业了，我感觉，因为那个就是两个男主嘛，然后之类的，然后就哇，相当于给我叫成一片耶，叫到我们被那个教官关心，因为社团不可以晚上社团不可以太吵，因为楼上宿舍，然后附近的图书馆跟其他在上课的晚自习的班级，所以如果就是社团太吵，被抓到两次来三次就会被。暂停社团活动，猜剪影那个每次猜出来都不是，最后都不是那个、啊。等一下、哦。好，我今天大概播一个半，提早弄一下学校的东西，再去上课。看BL到被暂停活动蛮厉害，我们的BL是纯健康的东西，我不会给学弟妹看不健康的东西，而且我们那时候也都是一群小朋友，就是 free 就是这么火，之所以这么火就是因为神之作画，那个水泳池的水你看过吗？我每次看 free 都在看那个泳池的水，然后每个角色的身材都超好，然后身材超好的话就算，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女主角介入，然后就是每个人感情都很好，然后好到很可怕这样子。就每天都去人家家里接人家上学啊之类的，然后或者就莫名其妙抱在一起，然后就哦天啊，肌肉还好，我对肌肉没有太大兴趣，不好意思。我记得我那时候看 Free， 我喜欢的角色是那个某某吗？那个某某。你知道某某吗？就是一个橘色头泳队的前任社长的弟弟，超级无敌远的关系。
的女主很讨人喜欢啊。来，我先念一下今天的台名。好，今天的第十名，谢谢守护记忆，谢谢守护记忆，谢谢。然后第九名，谢谢 Sakura， 谢谢 Sakura， 谢谢。然后谢谢第八名，谢谢小黑黑，谢谢正在报告小黑黑，谢谢报告，加油，加油。然后谢谢第七名，谢谢 CJ， 谢谢 CJ， 谢谢。第六名，谢谢拼拼，谢谢拼拼，谢谢期末考加油，谢谢。然后第五名，谢谢好多只是朱莉安，谢谢朱莉安，谢谢谢谢耶。然后第四名，谢谢塔瓦哥，谢谢塔瓦哥，谢谢耶。然后前三名，哇，谢谢第三名国树，谢谢国树，谢谢国树。谢谢第二名，谢谢阿当，谢谢阿当，谢谢。最后是第一名，噔噔噔噔噔，谢谢小雨，谢谢。对，因为客厅还是有其他家人在，所以我可能不能太大声。大家辛苦了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今天礼拜一中午还是愿意来看直播，谢谢大家哟。然后祝大家就是今天上班上课顺利，然后大家上课加油，那大家上课，拜拜。好，休息哦，拜拜。